好，我们现在调转视线，他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洛杉矶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Gigi 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消息。对于好吃的蛋糕，到底该如何去定义呢？记者就觉得是要应该有淡淡的清香，别太甜腻是就最好不过了。双凤饼家扎根在了洛杉矶华埠八十五年了，它是洛杉矶历史最悠久的家族式的饼店。 其招牌的草莓鲜奶油蛋糕是很符合亚洲人的对蛋糕的口味的。这一块来自于双凤饼家的招牌草莓鲜奶油蛋糕是一场味觉的盛宴。一吃下去，牙齿就会感受到了蛋糕的松软和弹性，还有草莓颗粒感之间的碰撞，然后又尝到了草莓的鲜甜和奶油的软滑，还有海绵蛋糕的浓厚的油油香味儿。当吃到这个蛋糕的时候啊，其中还有切片的杏仁儿，香脆可口。 双凤饼家的行政总裁陈杰莲就说，他家的招牌草莓鲜奶油蛋糕是主要经营的糕点之一。这个招牌出生的年份大概是在一九四零年代初期。这个蛋糕是当时的他的叔叔陈凤伦在很多年前创造出来的。因为很多的华人并不喜欢吃非常甜的糕点，那他们呢就用到这个扁桃仁糕，并不是用的奶油糖霜。 而且这个蛋糕基本上都是由两个海绵蛋糕加上非常新鲜的草莓和鲜奶油所组合而成的，非常的清淡，全年都有售。陈金莲就说啊，在可行的情况下，他们都会采购到本地的食材，确保品质的新鲜。他也谈到说，食材的价格会随着季节波动。目前呢，草莓是一个卖的比较贵的季节了，但是该店全年都会维持草莓蛋糕的供应，并不会因为价格的波动而有所改变。 现在甚至还是有一家四代的顾客来光顾买蛋糕的情况了。有的顾客是从自己的祖母、母亲那边吃到这个蛋糕的，现在又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买。所以说，这个饼家呢是有一群非常忠实的顾客的。但是在疫情期间，当所有的庆祝活动都取消的时候，人们呢仍然是需要过生日来买蛋糕的。好在还是卖出了很多的生日蛋糕，但是。 这个淡淡的清甜蛋糕，现在也是除了华人以外，变得更多的美国本地人啊，也是越来越喜欢了。那店主就说到啊，他家双峰饼家的这个声誉啊，在这些年来是一直保持着的，从很多的华人那里一直延续，现在呢，接受到了更多人的赞美和赞赏。 回顾这个饼家的历史啊，他也说到啊，他们家这么多年来其实面临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近几年的疫情了。好在非常的幸运，因为他的父亲有先见之明，购买了这个房产，建造了一座大楼。如果说他们要在新冠期间支付的是租金，那就是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困境和挑战了。同时，他也说到一直在努力的招聘着人员来生产蛋糕，但是在新冠期间人手非常短缺。 好在啊，这里边的一些员工并没有人生病，电饼饼店呢也就不必要关闭了。但是呢，整个的招聘还是很有挑战性的。记者从陈杰莲的口中也得知，去年订单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因为母亲节和毕业季都在那个时候开始。随着美国慢慢的走出了新冠的阴霾，该店的生意也慢慢的从疫情当中恢复了。 陈金莲就说：“刚刚开始看到更大的蛋糕订单，但没有收到很多的结婚蛋糕的订单。因此，他就推断说，在疫情以后，民众的生活模式会出现不少变化，可能会觉得婚礼已经是个小事儿了，不是一个需要大型庆祝的活动了。”走过八十五年的双凤饼家，还会继续的观望着新冠疫情的持续发展。